阿弥陀佛，祝大家万事胜意，身体健康，事事顺利。好开心，好开心咧！今日咧，我哋喺一个最短嘅时间里边咧，去筹备呢一个接近300人嘅放生活动吓。咁啊，喺呢一度咧，今日咧，我哋代表佛教法音传播中心所有嘅干事们，欢迎大家嘅莅临。更加咧系好荣幸咧，能够咧我哋可以同罗定市佛教协会一齐合办呢一个咁有意义嘅海上放生活动。咁今日咧，我哋个目的地咧就系喺大庙。大庙咧就系西贡一个旅游胜地嚟嘅啊，嗰度啲海咧就相当之靓，相当之适合啊放生海产嘅。啊，相當之靚啊！咁咧，今日咧，我哋亦都係好開心咧，能夠得到咧兩地嘅高僧大德咧一齊參與幫助我哋咧啊主法，能夠咧代佛啊嚟到去對呢啲放生嘅水嘅海產咧皈依啊、受戒啊啊，能夠為佢哋說法啊。能夠為他們種下將來呢覺悟成佛的菩提種子。在這裡呢，我呢就首先呢向大家介紹一下香港的三位法師。首先的就是智雄長老，我們給點掌聲，多謝智雄長老。另外呢亦有呢智明法師，還有呢就是向道法師。咁咧，亦都咧喺國內咧有幾位大德高僧咧一齊隨團咧參與我哋今次咁有意義嘅放生活動。喺呢度咧，我就好想請國內嘅羅定市佛教協會嘅代表阿小賢。小賢咧係相當之聰明、好叻嘅年青有為嘅老師。點解咧？因為佢本來咧已經去了俄羅斯去教俄羅斯人講中文，但是他本身俄羅斯話講得相當之叻嘅，一陣間叫他表演一下，就識寫俄羅斯的詩，哦，好犀利噶。咁但係咧，就自從認識咗明一老師之後咧，都放棄曬一切咧，就全程投入咧去幫助宏法嘅工作。喺呢度咧，我哋都好想請小賢咧，係為我哋介紹一下今次咧隨團嘅各位國內的大德高僧的方明啊。首先呢，非常之感恩啊，金國衛居士，我們這麼尊敬的金國衛老師和我們介紹。那我呢非常之慚愧啊，對於金國衛老師所說的每一句說話都很慚愧。不過呢，我非常之榮幸啊，在這裡跟大家介紹我們尊敬的法師。首先呢就是燈明法師。燈明法師咧喺湖南，仲有喺福建有三間寺院嘅，咁咧確確實實咧都算係大和尚、大同長老比起身咧，仲係。跟住咧就係懷智法師、法樂法師、頓敬法師。中明法師，好，我哋將呢個時間完全交翻俾我哋金國衛老師。好，好多謝啦，唔該曬小賢，小賢好謙虛嚇。咁啊，稍後先叫佢背翻首俄羅斯嘅詩俾我哋聽啊。好啦，咁啊，今日咧講翻咧，我哋今日放生嘅主要嘅活動嗰個流程啊。咁喺我哋嘅途中咧，而家去大廟嘅途中咧，我哋就會講解少少放生嘅簡單嘅意義啦。咁啊，當然咧，我相信參與者咧已經係咪好多次已經參加無數咁多次放生噶啦，係嘛嗱？我哋明白放生功德殊勝無比，我哋能夠參與到一個咁大型嘅放生。今日咧，我哋稍後我哋會公布我哋放生嘅總數咧，係都相當之鼓舞噶嚇。咁咧，亦都能夠咧同咁多眾生結緣，我哋
学菩萨行，仿效释迦老师过往身行菩萨道，利益六道众生的种种的行仪。我们作为他的弟子，我们应该要秉承老师的教导，利落更多的有情众生。一阵间我们在法会的时候，我们会采用大家手上面拎着这一张简单的放生仪规，因为他们国内都用开这个的，我们尊重他们那个习惯，所以就用回这个这样的版本啊。咁但係記住一樣嘢，我哋唔好當去旅遊呢種心態，或者唔好當啊好似咧唱歌嗰種嘅心態。我哋唔係，我哋一間係要用大家用最尊敬、最崇敬嘅心咧，迎請大悲觀世音菩薩咧降臨壇場啊，嚟到主法。點解啊？我哋代呢啲水道嘅眾生、速道嘅眾生咧，去懺悔、皈依乃至法願咧，係感應啊！所謂感應道交，諸佛菩薩就會垂憫加持，令到我們所放的海類眾生將來永不再墮三惡道報，能夠有因緣得生人天受勝妙樂，乃至將來有因緣得生佛國，將來直證菩提，這些都是種子來的。所以我們一間要法會開始的時候，我很想提大家，我們是救命，我們是救命的。所以呢，我們的心一端正呢，我們的行儀呢，我們的結果呢，全部都不同了啊。我們用一個救命救生啊，我們當這些是我們過往生的累劫的父母兄弟姊妹叔伯，現在墮在惡道無能救拔，我們今天有聖妙因緣呢，藉此功德啊，集眾力，集佛法僧三寶的力呢，能夠去超拔他們呢，能夠永遠不墮三惡道步，這個是最殊勝。好啦，嗱，簡單介紹一下咧，一陣間我哋放散嘅時候嘅心態之後咧，以下落嚟咧，因為我哋得大概一個鐘頭嘅時間去船程，我好想向大家介紹一個喺我即係弘法以嚟咁多年咧，我見到一個最特別、最特別嘅一個人物。咁呢個人物咧喺我認識當中咧，琴日我哋先至笑談嘅啫，都唔夠認識得一百人，即係一百人都冇，但係已經好似咧認識得好透徹。大家的志向咧如一啊，志同道合啊，一個相當好的同修法侶一樣啦。咁呢位係咩朋友呢？就係、是我攞佢嘅名銜出嚟讀俾大家聽啊，好簡單嘅啫嚇。咁佢就係本身咧係應該係羅定人，羅定人嚟嘅啊。咁佢本身亦都係長期居住喺呢個佛山。咁啊喺佛山嘅期間咧。他曾經呢，他因為呢以前呢去學佛的未學佛的期間呢，嫖賭飲蕩吹，有個我俾個外號啊，我聽完他的事蹟呢叫做小霸王周通。大家知唔知小霸王周通啊？即係佢行嗰條街，一全條街要閂門嘅，因為呢佢唔閂門呢，佢會禍及佢哋㗎嘛，好驚㗎嘛，係嘛，惡霸嚟㗎嘛，係咪？可以差唔多咁上下啦吓。咁咧，所有人見到佢咧都頭痛嘅，晚晚飲醉酒打交啊，不在話下嘅。一晚咧飲醉酒，一個打七個都得咁樣嘅。咁但係咧，經過學佛咗之後，皈依咗咧六祖寺嘅大院大和尚啊，之後咧就參加咗一個學佛學講經嘅培訓班，咁咧開始脱胎換骨。咁佢而家咧就做到乜嘢咧？讀俾大家聽啊！廣東省佛教協會常務理事、羅定市佛教協會會長、雲浮市佛教協會副會長、茂名市佛教協會常務副會長、佛山市佛教協會常務理事、江門市茶庵寺辦公室主任、香港仁華寺佛學會嘅董事、廣東這個都市佛院雜誌社的副社長、廣東省六祖寺辦公室行政副主任，另外就在南海仁孝心心理諮詢有限公司，這間公司其實就是接引眾生學佛的地方。以下下來我要介紹的這位就是明一居士，在國內很多人叫他明一老師。我很想藉著這個時間聽明一老師出來跟大家見下面，好嗎？我很想呢他講一講現身說法，他怎樣由一個小霸王周通變成一個現在在整個廣東省可以帶領很多各地的
佛教活动，步上正法，破迷信，令到更多人能够得闻如来的正法，安住如来的戒行，种种的宏法利身的功德呢，我好想藉此呢、介绍给香港的朋友认识，原来在我们的广东省都出现了一个这么不可思议的人物。在这里热烈掌声欢迎明一老师。好了，在这里呢，首先很感恩金国维金老师对我刚才的夸奖的介绍。另外呢，在这里更加感恩呢省港两地的居士能够有这个这么好的姻缘啊，同一条船做同一样的事，发同一个愿啊，这个非常之殊胜。另外呢，在这里呢就跟大家简略介绍一下我自己。自从我遇到六祖子的释大圆师父之后呢，就步上了讲经的舞台。在讲课的历程之中呢，有风风雨雨。在风雨的人生中呢，我有一次呢就看到金国维老师的光碟，因为我车上有 DVD 的，经常在车的各方面呢就会看下有关其他法师的光碟。我觉得我们广东啊，讲白话的法师啊非常之少，虽然是有人讲白话粤语啊，但是能够这么深入透彻将这个佛法的意义带给大家就很少，因为他讲的是一种现实生活与禅修和物静相结合，是完全没有一种妨碍的，他的思路非常之清晰，是一丝不苟，不会混淆。自从我看到他的光碟之后呢，好赞叹，就好想将这位善知识能够在我们的国内啊推向给我们学佛的朋友。自从我发了这个愿呢，菩萨的加持，跟他接触了到金老师，直接打电话给金老师讲嘢好少咋，分零钟，我个心就是这样。金老师说好，即时他就定了个时间上了去。短短一百日都不够，我们今天能够构成这个咁殊胜的放生的活动是非常之难得。首先难得有两下几点。第一点，省港一起合作的在公海放生的应该我今年参加是第四次了，今次是我和金老师一起去主办的。这个呢最殊胜是什么呢？当初呢我就想着我自己方面不计金老师的方面，我想着买50,000鱼的呢，我理想呢我就放够他十万，咁起码我自己攞50,000出嚟放，是吧？居士大家有50,000有10,000，点知呢诸佛菩萨的加持能够达到12,000港币，在这里给掌声自己，是单方面的12,000港币，单方面的，因为我追加了三次，第一次是50,000，第二次加多50,000，第三次加多20,000，是不是非常的殊胜，是吧？咁讲你都 feel 唔到殊胜，我讲下放生嘅最殊胜，因为呢度有香港嘅佛友。咁我放生最殊胜系咩呢？喺求你呢我做一个实验。咁我放生10,000，我今个月我要放生10,000，下个月放生20,000，再下个月放生30,000，再下个月40,000，再下个月50,000。咁我諗住系咁样做，睇下有冇机会俾自己出钱放生。原来好神奇的事出现，我放生10,000的是收到11,000的，多都没有，放生20,000是收到21,000，放生30,000是收到30,000多，放生40,000收到40,000多，放生50,00051,000左右。诶，我咁怪的，咁我放生20,000起码都要收到40,000，佢又唔多，又系得翻20,000，咁永远都唔俾机会放生。所以喺呢度除非大家出钱放生嘅。你哋有機會出錢啊！我好想出錢，點知我想出錢嘅話，啲錢就飛住嚟嘅。點解你哋咁啊歡喜呢？因為有諸佛菩薩同你哋嘅心靈相扣，大家高唔高興啊？如果我哋放生如法，絕對冇咁殊勝嘅。你越放會越少錢，等我講經一樣。如果你唔如法講經嘅，越講會越少人。
我咧唔知道自己行得啱唔啱。我出嚟嘅時候，我就同佛係咁講：如果我能夠如法利益到眾生，願諸佛菩薩保佑我啊！一切喺菩提路上啊，能夠廣結善緣，能夠利益到眾生。如果唔得嘅咧，就係一切嘅龍天護法啊，能夠將我遷滅已經效有。各位要發呢種心，咁先係真正學佛。有冇認同？咁啊好啦，啱先金老師就介紹過我以前未學佛嘅時候，冇錯。如果我唔係學佛嘅咧，可能唔係佛教協會會長，係咩會長？黑社會。呢個黑社會，係100%係噶啦。因為咧呢兩種緣咧，啊就係、是、自己身上嘅出現，亦都係自己一種磨練，能夠將呢種磨練咧去宣説俾大家一齊嘅有一個共同理想嘅佛友。因為我哋共同理想就係同一個天空、同一個目標、同一念一句佛號、同一個地方，呢、這個就叫共同嘅理想。咁啊，當初我學佛，其實我咁多習氣點能夠轉，點樣先能夠可以轉變過嚟呢？我個秘密有兩下啊，兩點。第一點，布施，在家人在於布施，因為你布施，你就有福，有福你就能夠聞到正法，有福你就能夠改變你嘅生活。因為我個理路係好正常嘅，因為我哋係在家人，我哋要食飯，我哋要搭車，我哋要展現釋迦如來嘅法俾人哋睇下。我學咗佛之後，我能夠改變自己，能夠將自己翻天覆地去改變。如果你學咗佛二三十年唔改變，咁那麼你就係將墨啊潑向佛嘅面上，令到佛冇辦法放光。咁啊，呢個咧就係滅法，呢個就係魔子魔孫。咩叫魔子魔孫啊？你滅法，令到眾生對佛失去咗信心，你就係魔子魔孫。你令到眾生對佛生起極大嘅信心，你就係佛嘅弟子。佛嘅弟子，你豐衣足食，你所到之處順順利利，有冇認同啊？好啦，咁啊，主要嘅原因咧就係布施，布施能夠產生福，有福就能收慧。福慧相收就是我们成佛的主要的两足尊，两足尊。那我这么多习气怎样才能够改变呢？就是因为有福，有福就遇到善知识，好像金老师那样就遇到了，给掌声金老师。如果没有福的你会 遇到什么邪思啊，邪思会教你进入邪那种知见，邪那种知见你永远回不到来。那么佛陀曾经讲过，你可以一日啊未遇到佛法冇所谓，但最怕你遇到邪思，遇到邪思啊断咩啊？断法身为名。如果一个人断咗法身为名啊，系嗰种嗰个啊，就悲惨过你死咗100万千次啊！你宁愿死100万亿千次，都唔好断自己嘅法身为名。一断咗法身为名，要经过呢个时空转换，好耐好耐好耐都冇办法嘅。真係冇辦法，所以呢度咧就不再長談啦。嗱，布施就會產生一種福，一種福啊！呢種福咧令到你遇到正法，第一；第二個咧，你能夠會通達咗經文嘅意義，你能夠摧毀咗你嘅業障，就係、是、你嘅煩惱，就係、是、你嘅雜氣。所以有人持戒點解唔穩？點解你生活唔改變唔到？點解你身體改變唔到？點解學佛相貌改變唔到？就係、是、因為冇福。福非常之重要，所以今日咧在座各位是非常之有福之人，因为我哋喺度共修。咁啊，好多人听咗法师或者其他啲人讲，认为喺屋企念一句佛号 OK， 认为我自己攞个桶攞三条鱼倒落海 OK， 系咪啊？有冇呢种咁啊？好多人讲，佢话唔需要大朋友一齐嚟劳师动众。其实呢啲人啊，仲未明白圣上理是因果。咩叫共修力啊？首先我讲共修力嗰种殊胜，比如我哋今日放生130,000，只要你嚟呢度鼓下掌，你都获得130,000嘅功德，一切咁回向。或者你生起随喜赞叹，如是赞叹所获得嘅功德，同出钱嘅人并无差别，算唔算胜啊？咁啊，有咩理论去支撑佢咧？
有咩理由去説明佢咧？我係專講理由嘅，我係咁講，你冇信，你聽我闡述啊嗰種理由支撐點。第一，比如呢啲光管嚇、電費係我交嘅，你哋坐埋一齊，會唔會我光啲你暗啲啊？唔會，雖然錢係我出，但你得到個光明係統一嘅，因為統一嘅天空係咪啊？呢種又叫共修力。所以我哋共修力是不可思議啊！有人就話唔需要跑道場嘅，喺屋企得啦，或者你嚟我度得啦，其他冇啊，唔好嚟啦咁。其實呢點係錯誤嘅觀念，因為共修力能夠集大眾嘅力量。雖然我哋每人念一句佛號，如果我哋今日同時念，你話幾多幾百句佛號？以後我哋會念個觀音大悲咒，咁我哋同時會獲得一種共同的力量，这个叫共修力，共修力是不可思议的。那么有人说了、共修力，那么为什么很多其他的老师说、自己修好自己就算了，这种呢是他的讲法。与我的认为讲法呢，因为共修力、就等于一箩箩箔，大家知不知道一箩的箩箔放下去，你不需要洗它，只是动动它，是摩擦它，它都得到很干净。道理一樣，我哋嘅煩惱、我哋嘅雜氣，一定要通過共修力。咁啊，第二個理由支撐點共修力嘅殊勝咧，大家有冇睇過打仗啊？如果平時叫你跑三兩公里啊，兩公里啊，你就跑唔喐噶啦。如果有十萬人一齊跑嘅打仗啊，背住啲槍嘅，我相信你喺度跑到上海都唔會攰。有冇相信啊？所以人嘅潛能係不可思議啊！只是你未發現到，所以方法總比困難多啊！你點解有障礙？點解有困難？因為你冇方法，因為你尋找唔到方法。人嘅潛能係非常之不可思議，咁我哋嘅共修力又不可思議。咁今日咧能夠審講兩個地方嘅居士啊，喺公海度放生。今日希望咧明年都有啲咁嘅機會再舉行，好嘛？咁啊，今次咧，由於咧時間嘅短促啊，咁啊，但時間嘅倉促都好啦，都能夠有應該三百幾人嚇，二百幾，有二百幾，因為我今次喺內地帶嚟嘅人啊，都係八五人到，其實唔止咁少啊，因為嗰啲證啊趕唔切，因為時間得十五天到脱咗啊。由於咧，我下個月咧要周圍去啊，即安排時間太密啦，已經安排到六月啦，六月份啦。咁啊，只有呢今日嘅時間，我絕下晝跟住我翻去國內，然後咧就去翻去茂名，因為我周圍個兼嘅職就太多啦。咁啊，仲有咧就過幾日同政協啊，全市嘅政協去講課，就將我所體會要同大家分享。咁啊喺呢度咧，希望各位啊居士啊多啲啊去參訪道場。另外一個希望同阿金老師有機會去江門茶庵寺，歡迎大家去參訪嘅。咁啊，金老師咧亦都去過兩次啦。啊，佢好讚歎，好殊勝。因為我嗰度咧食冇問題，住冇問題，哇！欣賞更加冇問題，修行啊就睇你自己啦。咁啊，今下個月啊，十二號啊，十三、十四啊兩日，金老師咧就會帶大家進入一種禅修嗰種活動。嗰種禅修唔係普通嘅禅修，呢種禅修咧係你會得到嘅嘢。所以金老師嘅責任心非常之大，佢係咁諗：我帶你學佛，我同你講過，究竟我俾到乜嘢你？佢會係問自己嘅，所以嘅責任啊，一個有責任心嘅老師，我哋值唔值得跟隨佢啊？所以我學佛咧，唔會話哎呀呢啲居士跟咗就冇嘅。各位，身為一個老師咧，係呢個責任心啊，係難得稀有嘅。今日佢咧係會喺茶庵寺咧，會將佢嘅禅修嘅課程啊，去同大家去分享，會帶大家係完全冇乜嘢痛苦啊，咩啊辛苦嗰種狀態，進入法微嘅沖起。咁啊，講到呢度咧，亦都簡略嘅介紹啦。咁啊，更加咧，我喺呢度咧，
介紹兩位前置式俾大家認識，好嗎？好啊。咁啊，呢位前置式咧就係嚟自六祖寺嘅彌陀村嘅村長，村長起身，起身。係啊。咁啊，仲有一位善知識咧，嚟自彌陀村嘅副村長慈音啊，師弟。點解我啱先唔叫小賢介紹咁快呢？因為佢兩位啊舉足輕重啊，等我親自介紹好過啊。啊，呢兩位咧喺我個弘法嘅旅途啊，佢係親眼睇住我歷史嘅變化。我同佢同一個班，咁啊佢點解會叫村長呢？咁啊啲人咧係個外號嚟嘅，因為六祖寺咧就好多啲婆婆喺度修行啊，一棟樓一棟樓，咁啊叫彌陀村。咁佢喺入邊管住咁多嘅婆婆啊、老居士、老菩薩，咁啊個個人都叫佢，其實佢叫國壽啊師尼，叫國壽師。咁啊習慣咗稱呼就叫佢做村長，所以喺度俾啲掌聲佢。咁啊。因為村長咧喺我嘅人生啊之中啊起到舉足輕重。當初我同佢同一個班去學習講經，因為我一個班咧係260多人。咁啊，當初咧就係佢親自啊喺我嘅課堂嗰度啊帶領大眾與鼓掌鼓勵我今日能夠有咁嘅成就。我放生咧都係佢嗰時候啊同我一齊落香港啊喺香港嗰度放生係2009年開始放生，每年咧都會同大家出公海放生。今次咧人少啲，以上咧係500人一次嘅。不過今次人少咧都非常之好，因為我覺得呢個慈祥啊，大家都好安靜。安靜嘅人代表咩啊？有福。大家睇一個人啊有冇福好重要嘅，睇佢安唔安靜，定唔定。人哋講嘢佢瞌唔瞌眼瞓，佢瞌眼瞓呢個冇福嘅啦。因為佢聞善不起啊，如惡則落啊，嘿，咁啊就麻煩啦。乜如惡咧？即係如啱咩衰嘢啊，講是非啊，或者講其他啊，佢好精神噶。啊呢種咧聞惡即落，一落就麻煩啦，即落就墮落啦。聞善即起，好犀利噶。一個人聞到善法，咁佢生起咗歡喜嘅心，好啊咁。呢種人你同佢做朋友，佢幾困難你都支持佢，絕對有你著數啊。咁我講呢段説話嘅理由支撐點係邊度呢？就係、是、孔子儒家思想所講嘅朝聞道，夕可死也，就係、是、咁樣啦。所以今日咧，我能夠介紹啊呢兩位啊善知識，今日大家咧又方便喎、哦。咁又去到之後咧，唔需要揾邊個啦。啊，村長啊，喺邊度啊？咁啊，香港嘅朋友，你就直接去揾啦。今日能夠去參訪下，今日六祖寺究竟有咩殊勝呢？因為我專講殊勝嘅，時間短嘛。六祖寺有六祖慧能啊，成道嘅八塔啊，呢八個塔真係犀利啊！係嚟自東南亞所有嘅有名嘅高僧啊，集咗一部分高僧啊，喺嗰度開光。只要你哋無論你哋信佛好唔信佛好，你屋企人啊係點樣都好，只要你喺嗰度啊繞塔三圈啊，都能夠獲福無量啊！大家開唔開心啊？咁啊，六祖寺嘅八塔咧，當初師傅講噶啦，佢話呢八塔啊，能夠利益到無窮無盡嘅眾生，或者佢學基督教好，學乜教唔信都好啦，或者你攞個雀仔啊喺度繞一圈啊，呢、這個雀仔最後一世係做畜生，下一世一定會做翻人。何以故？因為有八塔成就嘅福德因緣加持啊！所以大家希望咧，大家咧就帶住意欲嘅心去繞繞塔。所以六祖寺嘅介紹個殊勝啦。咁啊喺呢度咧，就將個麥交翻俾金國維老師，等佢咧繼續咧同大家分享，好嘛？掌聲歡迎佢。老師你留步啊，留步。嗱、啊，我哋最中意講唱聲嘅。好啊，唱聲嘅你咧。見到明一老師，梗係唔會咁快放佢落嚟啦，係嘛？明一老師講嘢好唔好聽啊？係咪一個好犀利嘅人啊？真係㗎嗱，其實咧我知道咧，我就好我佛法咧我都接觸好多，
但係你咁傳奇嘅人咧，我好想介紹下俾香港嘅朋友識啊。因為咧，我識咗明恩老師嗰日咧，我唔知係乜嘢㗎。我去到羅定，大家知唔知羅定喺邊啊？坐三四個鐘頭車去啦，咁啊呢度啦，咁去到嗰度人生路不熟喎，啊揾個學生接你啦，咁啊真係車咗我去，咁我喺間酒樓裏邊，哇！原來見到統戰部長啦、啊，教呢、這個宗教局局長啊，全部嗰啲主管單位冚唪唥喺度一齊食嘢，跟住咧就讚歎咧呢、這個明恩老師為羅定市作出嘅貢獻。原來咧佢除咗咧喺宏法啦，幫助好多佛教活動之外咧，佢亦都係協助咧助養孤寡老人。明恩老師，你而家每一個月由你帶領嘅每一個月，你供即係供養幾多家幾多户嘅孤寡老人咧？因為咧今次咧，我身邊都有好多嘅咧護法居士啊，係，佢哋咧覺得係好難得嘅恩怨。自從我從一個學徒啊行出到舞台，他們都一直跟隨到我今天。我想問一下，我們養孤寡老人大概多少戶啊？護法啊？450戶啊，每個月喎、啊。是啊。他還要帶著市長啊，帶著副市長一起去喎、啊。所以呢很多市長呢 一認識他都沒多少就升官就發財了、啊。所以咧就特別咧係尊敬佛教同埋保護佛教同埋擁護佛法，仲有咧佢仲可以影響到個教育部部長咧，令到好多學校裏邊都擠佛經喎，學校裏邊都擠佛經喎。你諗下呢個影響好大喎，所以我會覺得即係如果唔係成願而嚟嘅人，點會由一個咁特別嘅人而能夠做到個咁不可思議嘅位置，仲而家係？佢只呢個改變係只係短短呢兩年間咧做出嚟嘅咁大嘅改變喎、哦，咁所以而家嚟緊咧將會有更大嘅，我覺得係影響力嘅。咁喺呢度咧，我自己感覺就係話，我以往一路文化咧，我係一個人嘅啫，我去到邊都一個人嘅。咁啲人話頭先佢講話，你跟住我啦咁啊，我你唔好跟我，我都係跟佛嘅啫，我哋跟佛啦咁解嘅啫，我去到邊都係一個人嘅啫。咁所以咧，我嘅感覺就係話，我好難得，我未見過一個，尤其在家居士啦，係嘛？出家人有個道場，佢需要有個責任，咁容易帶動到，好容易接受人。但係一個居士啫喎，你諗下，能夠做到咁喎，係好難好難嘅，而且仲要係個以前個底係係冇乜嘢噶嘛，係嘛？但係我話俾你聽，而家佢嗰條村咧，唔係叫佢小霸王喎。佢阿媽生日，佢阿媽婆婆生日，你估有幾多人去佢嗰條村度去賀佢阿媽？你估啊？10,000人啦！嗰條村咧，嗰條路咧，一架車過嘅啫，兩架車都過唔到噶。咁樣先去到佢屋企，佢嗰屋企嗰度有10,000人去探佢阿媽。咁你諗下點解咧？因為個個都講話，你找誰啊？找和尚是吧？和尚住那裡啦，當咗佢和尚。即是話咧，佢個影響力係好大嘅，所以我會覺得咧，今次喺下個月當中咧，我哋會再去查庵寺。查庵寺咧係一個過千年嘅一個古蹟嚟㗎。你唔好以為茶就飲杯茶，庵就好似師姑庵咁樣，唔係啊，係一行禅師。嘅道場嚟㗎，係唐朝時期啊！一個已經係呢個係一個中國嘅天文學嘅第一個領導人嚟㗎，好犀利㗎！嗰度有個觀星台係絕對值得一去㗎嚇。咁咧，我哋就下個月咧，因為咧，我哋就喺香港未係開始發起嘅。咁我諗住試一次，因為佢哋每一個月都有一個佛七日嘅。咁我就話，我可唔可以佔兩日？呢兩日咧，我排好曬時間。我哋早一日去，然後安頓好曬之後咧，我哋就會由朝頭早9:00一路上午、中午、晚上。咁啊，第二日嘅上午、中午就完啦，即係一日兩日啊，應該講兩日一夜嘅禅修課程，就會將我哋唔係用祖師嗰種研究，我哋係將佛經裡面所講佛陀喺菩提樹下到底覺悟咗啲乜嘢嘢，同我哋有咩關係？然後透過逐步乜嘢叫做外道一般人參禅嘅方向，同
佛教的方向有什么不同，然后怎样可以在星云城的沙七座道品、圆觉城的十二因缘，以及大乘菩萨的种种神通三昧、无增三昧、金刚三昧、如幻三昧、守灵严三昧，到底个禅和我们每一个人有什么关系，为什么在佛教当中这么重要。透过这两天我们做一个这样的体验，不是说，是将自己的精神意念掂到的等于的，这样才算了，用一种很特别的方法去做。咁我哋亦都係，因為咧我好少出外去遊玩啦嚇。咁咧今日咧亦都要多謝一個團體，就係大航假期，俾啲掌聲先。我哋有大航假期嘅代表阿芬姐。嗱，如果喺呢個時候差唔多到咧，我哋今日上半段我哋嘅大家嘅支持到此為止先啦。再一次多謝明家老師。我哋喺呢度咧，首先要俾啲掌声下边啲法师。咁啊，今日咧非常之殊胜，省港两地法师共同合作，带领我哋放生啊！好嘢，好啊！亦都咧，对于楼下嘅师兄们啊，我哋即系要讲声抱歉啊，因为见唔到你啊，希望你哋听到我哋话声啊！俾啲掌声呼应下。我哋要俾啲掌声啊！多谢楼下嘅师兄们啊！咁咧，我哋上半部咧向大家嘅介紹咧，就到此為止先。Yeah.
周伟俊坚持弹唱说情节皈依，所以魂回三有，代在出生。今为你等受与三皈依法，你等听听诸佛子等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我、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两足尊、皈依法皈依法离欲尊、皈依法离欲尊、皈依僧众众尊、皈依僧众众尊、皈依佛不堕掉、皈依佛不堕掉、皈依佛不堕饿鬼、皈依佛不堕饿鬼、皈依僧不堕畜生、皈依僧不堕畜生、汝等佛子皈依佛境、皈依佛境、皈依僧境、皈依佛境、皈依佛境、皈依僧境。皈佛皈法皈僧，皈佛皈法皈僧，皈法两足尊，皈法两足尊，皈法离欲尊，皈法离欲尊，皈僧众众尊，皈僧众众尊，皈佛不堕地狱，皈佛不堕地狱，皈法不堕饿鬼，皈法不堕饿鬼，皈僧不堕畜生，皈僧不堕畜生。汝等佛子皈佛境，皈佛境，皈僧境，皈佛境，皈佛境，皈僧境。皈法皈僧，皈法皈法皈僧，皈法两足尊，皈法两足尊，皈法离欲尊，皈法离欲尊，皈僧众众尊，皈僧众众尊，皈佛不堕地狱，皈佛不堕地狱，皈法不堕饿鬼，皈法不堕饿鬼，皈僧不堕畜生，皈僧不堕畜生。汝等佛子皈佛境，皈佛境，皈僧境，皈佛境，皈佛境，皈僧境。诸佛子等，我今为你宣赞如来吉祥名号能力，你等远离三途破难之苦，成为如来真正佛子。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地藏王如来，南无。
主享，我今为你倾尽十二因恩缘，身上面上令你有生命存在，不生命存在，当住大境，当住天地，当住存在。一究竟一切究竟一清净一切清净一自在一切自在，同放诸佛天地伴。众生相，可谓梦如前行，行如色，色如明色，明色如六日，六日如速，速如受，受如爱，爱如取，取如有有如生，生如老，死忧悲苦恼。可谓无明灭则行灭，行灭则色灭，色灭则明色灭，明色灭则灭，六业灭则生灭，生灭则寿灭，寿灭则幻灭，幻灭则取灭，取灭则有有灭，生灭则生灭，生灭则无灭，忧悲苦恼灭，无明无性，本愿诸佛不共之体，彼等得障，往彼无明非明灭，明灭灭空中花，故之以无明之灭。诸佛指导，令你。你今未来永离三途八难十恶不宜净土，见到阿弥陀佛正蒙生眼，弟子众等愿你愿我今生未来最所到之处，果见法界众生三毒不起，而生菩提心。弟子众等令我今生至未来世，永生富贵家，诸根同和灭，显富贵相，如佛一样广度众生。第四愿愿我贪好心，恶果不起，今发愿此果早成，而得良师友远离人欲邪见，而得蒙金正眼。三昧。Thank you.
今日咧人佛真系非常之殊胜，能够大家相聚一堂，能够听到咁好嘅佛法。今日大智度论讲啊，能诸功德放生第一，能诸恶业杀生为罪啊。咁我哋放生咧，能够行呢个菩提道系最圆满嘅。佢话所有嘅一切嘅疑鬼或者一切嘅去修行嗰种跳缺。莫过于放生，因为其他叫缺同埋其他嘅疑鬼，其他呢个行为都要讲究发心，唯一一种嘢唔需要发心嘅，你直接就当下了当。佢话诸佛无心，唯以大悲为心啊。咁啊，所以我哋今日咧能够当下去放洗你嘅生命，能够促成我哋嘅成就。我哋放生。大家同埋一齊係咪覺得好容易、好簡單？其實唔係嘅。如果一個人能夠放生嘅話，要需要累積幾耐咧？十幾世嘅善根先能夠放生一次咁多。咁不過唔係喎，我經常見到人放生啊。大家做一個調查，你去到市場跟住問啊，你放過生未啊？跟住你問一百個人嚇、啊。如果我哋喺呢度問嘅，好多都會放過生。快佛教道，你放過生未啊？佛教道50%係放過生，有50%唔放生嘅，因為佢認為啊放生係嘥錢啊，咁掉咗落海冇乜嘢啊，係嘛？咁啊有人咧講話，我食素咪得咯，食素等於放生啊，食素等唔等於放生啊？各位唔等於嘅喎，放生你係法布施，你同佢念經，你出錢財布施，你救咗佢係無畏布施，所以布施道咧好圓滿。即是三頂俱足，但你是食素，你有沒有財布施？你只是無畏布施而已，你只不過是跟眾生沒有見這個惡緣，但你沒有做到這個善緣啊。我們呢跟這個眾生呢，所有的眾生都結落這個法緣和、智慧緣和、福德因緣。今天因為呢我們修行、沒有這個福德，就算你學佛學20年都好，你身體的病去除不到，你的相貌改變不到。咁啊，我哋通過呢個放生呢個疑鬼啊，能夠可以圓滿咗我哋嘅三個啦。所以放生係非常之殊勝嘅。好啦，啱先金老師講話，佢話點解放生要放得大嘅咧？大家諗下，放細嘅功德大定係放大嘅功德大啊？大。大嘛，大何以故啊？因為靈性大故啊嘛。今日放一隻蟻的功德大，定係放一隻兔的功德大呢？今日放一個兔功德大，定係放一隻狗的功德大呢？我帶住呢個問題問過一共有好多間寺院的主持，方丈啊，大和尚啊，話放生咧放大的物質大啊，定係放細的物質大？功德唔分別嘅，照放啦，都唔係我的答案。今日一直問我，比如我有一千蚊買小小的鯊魚仔放，還是1000蚊買一頭牛放，那兩個之間功德誰夠大？那很多人就不要分別放就可以了。其實他不懂，沒有智慧，我不是說誰，
今日後來最終我找到一個有正量的在佛教界、啊、一個泰斗、啊、他說如果你用1000元放一細細條的鯭魚，雖然它是1000條生命，但是你用1000元買一隻五牛來放的功德是大過。為什麼？因為它體質大，因為它靈性大。意思就是這樣，如果你供養啊，42章經第11章講啊，他說如果你供、啊、一個犯善啊，以犯啊，即供啊供俾個惡人100個啊，不如你以犯食，即一個善人啊。咁啊，佢話你犯食千個善人啊，不如你犯食，意思就供養啦嚇。啊，一個五戒居士啊，呢、這個咧就講明咗乜嘢啊？講明咗佛佢嘅靈性越大，我哋嘅功德福德越大。功德福德有冇區別？冇區別，因為福德就好似燈一樣啊，即係個燈啊，咁啊光得係咩？就係、是、光啊，光啦、啊。咁啊冇福德有冇光啊？即係等你冇燈有冇光明啊？冇嘅喎。咁啊嗰、那個光德喺邊度嚟咧？光德就係呢個光明所產生嘅自性嘅光明，就係、是、燈。燈就為體啊，個光就為用，福就為體，功德名為用。所以功德能夠離開種種一切的輪迴，能夠摧毀一切的、啊、殺家邪見，這個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剛才金老師說為什麼我們放那麼大呢，就是因為我們想能夠利益到更大的東西。今天有人說我放這樣是不是不吃這樣、啊、不是的、哦、那麼當初我帶著這個義貧呢走去即珠山長老去採訪了。咁啊，原來啊，你放嘅越多人食嘅嘢，你功德越大嘅喎、哦。比如你放金魚功德，同放一條鯇魚功德，有冇相有冇得比啊？冇得比嘅喎、哦，因為鯇魚有人食嘅喎。咁啊，我想，我要想一年之內感應，我唔想好似風水佬10年8年，我要一年之內。咁啊，後來咧，我就去啲市場仔啊，市場仔數數埋10000多就買通街佢啦。我就專程掃曬佢湯魚檔。咁我叫4-5個人咧，大家一齊企住先。好啦，老闆，啲魚幾錢？佢話4.5元。嗱，我同你買曬，你千祈唔好話唔賣啊，我放生嘅。佢話好啊，1、2、3，買就即刻買。點解咁做呢？如果5檔魚你買通咗嘅4檔，剩低檔佢唔肯賣俾你，點解？佢會升價，因為嗰日市場冇曬魚啦，剩低嗰啲檔佢馬上升到幾多？升到6元一斤。所以我嗰時候咧，我話1、2、3，買就要買，一定要買啊！咁啊，嗰時候咧喺市場啊，通通去清曬佢貨，功德大唔大咧？唔好理佢功唔功德先，首先有冇福德先。咁啊，以前跟我放生嘅人咧，因為我以前放生係20元開始嘅啊，依家越放越大，越放越大。咁啊，20元開始一路咁放到依家。咁啊，求年我一共放生幾多咧？為咗能夠同我有緣嘅人福慧增長，消災延壽，所以我個善行啊！一定是不間斷的，好像個大海一樣，永遠的風浪不會斷，不會停頓，只有前進，只有波濤洶湧，與功德的一種妙音回向給法界的眾生。這個就是我作為一個老師的菩提行願。那麼你有什麼？那麼雖然你把口講的，那麼以什麼證明你的菩提行願？只有一樣東西，就是於不停不停不間斷去放生，去支持更多的事业慈善的事业，回向给在座各位和我有缘的人。所以你们今天越得达到这个回向。今天有人怎样感觉到我说的东西是不是真实呢？因为很多人跟我学佛的时候，今天学佛的时候，他第一个改变2-3个月之后身体会特别好的。最快脆的2个月的相貌会变得红红润润的。还有老人家一直都不会老的，越老越后生的。咁另外咧，仲有一樣嘢，佢個夫妻會特別好嘅喎、哦。因為點喂？點解你學佛會關懷到夫妻咧？因為我本身就嘗試過婚姻失敗，因為我離過婚，所以我發呢個願，只要有願同我啊一齊學佛嘅，乃至念經嘅，乃至聽我講過音聲嘅，都願佢個夫妻和睦啊，好好幸福生活啊。所以呢個就係願力所致啊。咁啊，仲有咧，一齊跟我打佛妻學佛啊，財運特別好喎。點解特別好呢？因為我窮到怕啦嘛。
梗係我所以我發呢個願啦，願我放生猛麗嘅行善事啊，令到一切同我有緣乃至見過嘅面，乃至聽到我說話嘅人啊，都要財運亨通啊！阿彌陀佛啦，哇！咁啊，呢個願力以乜嘢支撐你？嗱、啊，你發咗呢個係虛願定假願定偽願真願啦、啊？哦，以咩支撐？就係、是、一個求年啊，我放生全年啊達到600,000人民幣啊！啊，徐爺啊，好嘢好嘢！咁啊，我今年呢600,000人民幣，我要超越佢，所以我今年發願放100,000人民幣。咁今日都已經圓滿咗十分一有多噶啦喎。唔止啊。係啦。求。我經過兩個月，即係50日，兩個月未㗎，50天啊，終於完成咗去年嘅50%啦，即係幾多？300,000。哇！咁容易乜嘢啊？好易咋，所以咧，我呢個行為咧係咩咧？就係、是、支持我所講嘅願係真願，因為你有支持點先得喎，你冇支持唔得喎，你講啫嘛，係嘛？所以咧，大家咧一齊咧能夠發呢個願，能夠隨起呢個讚歎咧，都獲得咁殊勝嘅回向。那么呢，我哋學佛記住各位一定用一種猛烈嘅心，用一種猛烈嘅心隨緣得唔得？得。咁幾時有感應啊？咁隨緣感應啊？要等到幾時？下世下世再下世，咁咁唔知等到幾世啦。咁猛烈得唔得？非常之得。咁點樣去體會 feel 到呢個猛烈嘅心呢？大家諗下，如果你想俾公安捉到你啊，係咪？只要你犯一件大案好快啫，即時槍斃你㗎啦，去打劫銀行啦，夠猛烈啦，係咪？係咪？如果你日日偷雞摸狗，冇乜事㗎喎，可能10年都捉你唔到，可能今世捉唔到，係咪？可能有10世玩下添。可能有10世玩下，嗱呢個就叫隨緣啦。哦，明白。咁啊，做好人一樣㗎喎。啱。做好人咧，首先喺我身上啦。咁啊，我其實咧，金老師講過，我真係五毒俱全啊，嫖賭飲蕩吹啊。因為我以前咧喺夜總會嗰度冇嘢撈，咪入夜總會咯，唔係做先生啊嚇，記住喺嗰度做打手啊，睇場啊，即係邊個搞搞震就焚佢噶。咁啊，我嘅彌陀經喺邊度背到嘅咧？夜總會啊，嚇、啊！不過咧，我就天生係有菩薩保佑我，女人一見到我咧就閃嘅。以前啲老闆一入到房就大哥奶啦，咁就抱埋嚟噶咯喎。有啲見到喇叭嘅就嚟嘅咯喎，一見到我就走咗嘅咯喎，佢見鬼嘅咧嚇，即係好恭敬嘅，唔會啊攞杯啤酒，大哥佢一杯嘅，佢唔會叫嘅喎，一見到我之後咧就望一望就走啦，一見我喺度念緊啊彌陀經嘅，咁啊啲人咧叫話，帥哥唱首歌，我話冇問題嘅，唱歌啫嘛，唱大大悲咒啊，跟住咧我手上戴咗一串咁多，唔係銀啊，唔係金啊，係咩佛珠啊？見到啲小姐要唔要啊？要啊！嚟啦，跟我念啊，三皈依啊，皈佛、皈佛、皈僧，係啊！所以咧，呢啲就係叫善根啦。咁啊，因為我喺嗰個時候咧，喺嗰啲地方啊，都能夠去體會一種佛法嘅真諦。那麼咧，在座各位啊，我哋都要一個猛烈嘅心，因為猛烈嘅心係關乎到我哋今生今世嘅學佛一樣，我當初20-30個一齊去佛學院學佛，係最蠢係我嘅，我俾人哋啊，即係覺得自己最蠢，我用一口針照大腳大髀就插落去，因為我10點鐘眼瞓啦，我就唔俾自己瞓，我就插落去，所以呢個猛烈心咧就會令到你成就到。各位，我哋做功德一樣嘅。做功德隨緣得唔得？得，冇錢嘅人咪隨緣咯。係咪用錢代表你真誠啊？唔係嘅喎，你要發呢個強烈猛烈嘅心，你絕對有感應嘅。所以咧，我跟喺我身邊學佛嘅話，你絕對行出嚟，好似飛虎雄鷹一樣嘅。講錢有錢，所到之處豐衣足食啊！呢個願真唔真啊？我哋琴日一上到小靈山，草冇柴木。買就有啫嚇，菜又唔好，搞到啊！我哋一到咗之後，所到之處係咪豐衣足食啊？幾百人都夠食，我哋依家走咗都成百人嘅送菜喺度嚟啊！係啊，阿
阿陳蛋叫佢去攞啊，因為有啲有琴日有個愛心老闆咧，就喺大量啊順德大量啊搬託咗好多啲咁嘅嗰啲菜嚟啊，係啊，冇辦法啦。咁啊，遲啲可能我哋打架車去車抬啦，冇辦法啦。要抬。咁啊，佢哋琴日中意食啲乜嘢咧？第一站啊，因為嗰啲大量嗰啲菜未到啊，佢哋喺山上面採野菜，採野菜都食飽幾廿人啊！真係真係嘆為觀止啊！真係。只要你發心，發呢個心，你可以擁有到更多嘅嘢。今日好啦，佛法不可思議，那麼我哋呢要付諸行動係咩呢？布施好重要。咁布施最快脆最快脆係咩呢？淨空老法師講過，佢話法布施最好。你條命生得唔好冇所謂，你個相生得唔好冇所謂，最早要法布施，請人講經。個大佬啊請人講經，揾邊個請啊？佢自己又冇錢，以前啊，我夠想就請啊海圖法師啊、維來法師啊、淨空法師，但係揾邊個請咧？佢最好自己講，我自己講又唔識講嚇，文化又少咁啊。咁啊點樣咧？佢話你可以印光碟啊，即係印光碟啊，印光碟都冇錢喎、啊，我冇錢印咁點印？佢話你可以傳遞光碟，嗱、啊、好似啱先咁啲啊，啱先又咁樣傳傳嘅義工啊，呢張光碟等佢出錢印嘅咯，功德咁大啦，所以最希佢俾掌聲。只要你咧冇錢到，你見到有法師嘅光碟或者老師嘅光碟，傳俾人哋功德一樣嘅，一樣嘅，咁啊最好嘅，梗係出埋錢啦。唔單止出錢，最好自己講埋啦，係咪？所以咧，我唔單止印我嘅碟喎，我東西南北所有嘅法師我都印到一咕嚕咁啊，印埋出去嘅。點解？廣結咩緣啊？咁會唔會行善運啊？會。惡運會唔會行啊？梗唔會啦！等下我依家都唔打家劫舍，邊會見到佢入監獄啫？係咪？監獄咪同我冇緣啦，係咪？所以咧，大家要廣結善緣。廣結善緣唔係用把口嘅，係用個行動。嗱咁咧，將個光碟，好似今次啊金老師講個《妙法蓮花經》，由於佢咧即係經濟七入啊，又唔係好咩？佢琴日都同在座各位講啦，佢經濟來源就係唱一首《茶督撐》嗰啲係咪？多少都幾多幾多啦。即係唱個粵曲嘅，仲話出埋色相啊，係咪先？我唯一一樣嘢就係犧牲色相嘅啫。係啊，希望大家都仲即係睇得下，聽得下咁解啫。如果你個意味嗰日咧，就係、是、色相都冇得犧牲㗎啦。你犧牲都冇意，或者嗰種咁解。其實佢講笑嘅，因為金老師咧係不可思議㗎，個外來人啊。咁啊，佢咧係俾個機會大家完成我哋嘅菩提行。我想問一下大家。佛在世嘅時候要唔要托缽啊？要。咁啊，佢要唔要食飯啊？要。咁啊，大家知道秘密啦。嗱，佛點解佢仲要托缽？點解佢食飯？其實我哋只有少少清淨心，凡夫僧啫，或者你凡夫人咯，居士都有少少清淨心，你一日食一餐就夠噶啦。我試過，我冇強迫自己，因為嗰時候我係短期出家，我咧就食下食下，乜咁煩嘅，唔想食都唔餓。原來係咩啊？神足不思食啊，精神足咗唔想食噶。好啦，一个罗汉咧一个月啊，可能唔使食嘅，但佢可以日日食噶。咁啊，点解佛日日都要食饭咧？日日都托钵咧？何以故啊？因为令众生布施得福，即系得个福啊。因为佢系福田僧啊。咁啊，曾经佛喺戒律入边讲啊，有一条罪叫咩？有一个过患叫咩？不托钵过患啊。意思係犯咗不托缽戒啊！唔好話有啲師傅，我高鬥噶，你供養我唔要你咁啊！好多師傅都係供養唔要啊！咁你又犯咗不托缽啊，即係不乞食啊！因為你要令好多眾生即係種福田，你係福田嚟噶喎，大佬啊！咁你俾人哋種先得噶，你唔俾人哋種唔得噶喎。所以咧，大家學佛啊，要有精要啲。好啦，那麼咧，金老師咧就係俾呢個機會我哋種呢、這個。多藥智慧的福田，大家支唔支持啊？支持。啊，咁啊，佢嘅光碟咧，我好希望，好希望能够喺大陆、内地乃至全世界广泛咁流通，因为广泛咁流通，比如你支持佢印一个光碟，呢、這个光碟流出到社会，社会又再 cut 咗10个、10个、100个 cut 咗失去哦，你会广结善缘啊！你广结善缘，做乜都顺利嘅。你个财富唔系你个努力得到嚟，你个财富真正嘅真理系布施而得嘅，因为佛讲嘅。哇，好嘢！认唔认同？
因為我以前我學過雙海中宏術同埋合眾術同埋雙道同埋好多嗰種技巧同埋成功學，包括陳安之嘅成功學我學過，冇用，因為你冇福。你有福嘅話，你摸埋個舊石都可以變為寶石，你冇福啊，摸隻蛋都變得臭蛋，認同嗎？所以我哋嘅福德智慧啊，全部源於布施。咁啊好啦，呢、這個布施咧，我哋要隨起啊金老師嘅宏法事業，好嗎？阿 Peter， 多謝先生。要推薦明一老師俾香港嘅朋友識咧，即係個個朋友好多都識噶啦，跟得佢嚟嘅個個都熟曬佢啦，係咪？唔使再聽過好多次噶啦，老生常談啊。但係香港嘅朋友真係唔知嘅，所以我覺得咧，佢係一個我覺得喺末法時期啊，尤其對我哋凡夫根基嘅眾生咧，佢所講嘅説話咧係好啱我哋每一個人嘅心理啊、心態，因為每個人都想係咪好啊？我要長命啊，得唔得？得，我要富貴發達，得唔得？得，我要日日快樂，得唔得？得，用咩方法啦？佢講緊嗰啲全部係佛法嚟嘅，係佛法嘅基礎，但係恰當於我哋每一個在家人嗰種心態。因為法師當然好莊嚴，有機會法師聽聲堂講座啊、聲壇講座，梗係好殊勝。但係你要啱根基嘅人聽，先至可以聽到如飲甘露啊嘛，係嘛？一般凡夫嗰啲，哇，太嚴肅啊，我頂唔順啊，係咪啊？但係一聽啊明一老師講説話，咪好啱聽啊？係喎，點解個學佛唔可以有錢嘅咧嚇？點解學佛唔可以發達咧？點解學佛唔可以有更大能力去幫人咧？嗱，唔同咗嘅個觀念。事實上，佛法係圓融嘅。能夠圓滿一切眾生的願望的，所以我會覺得一樣嘢，我好值得即係同阿明一老師咧長期合作，因為我哋大家都有一個心願，我哋係為佛法去做嘢嘅，我哋唔係為自己做嘢。好啊，俾啲時間掌聲金老師。因為金老師咧，佢又食長素嘅，佢求乜啫？食又食得幾多？因為佢作為一個影藝界。隨時揾兩餐冇問題嘅，住洋樓養翻狗冇問題。咁佢依家所做嘅就係為佛忘軀啊。咁我呢個人咧，就係、是、與一個最即係最願令眾生得聞佛法嘅心態去令大家去布施。咁另外咧，各位居士，因為我哋學佛啊，有一種怪病啊，就係唔識得去尊重另外其他地方嘅法師啊，同埋居士啊。咁比如我皈咗呢個師傅，咁見到其他師傅唔識尊重嘅，記住一句説話，金剛經常講啊，一切法從恭敬生啊 ，feel 唔 feel 到啊？好難啊，係嘛？所以咧，我哋要恭敬啊。今日好多居士咧，亦都係居士頭啊，喺我身邊咧啊，已經學佛好耐，但係佢個恭敬啊，真係好恭敬。佢可以對任何一個法師恭敬啊，比如我咁咧，我雖然有少少名氣，但係喺我身邊嘅法師，我以佢當係咩？當佢釋迦如來嚟向我看待啊！呢、這個就係一切法從邊度生啊？從恭敬心。所以就大家想唔想要法啊？要。咁啊係咯，咁啊那麼要唔要恭敬？要。咁啊好簡單嘅嘛，一加一等於二，但係好少人去做啊。啊咁啊！我哋見到法師嘅都要恭敬，喺呢度俾啲掌聲啲法師們。我哋今日能夠相處喺呢度，短暫嘅時間就過咗去，但係我哋嘅善行唔會成為過去，因為永恆嘅。點講啊？因為你今日放咗個身，你係個財啊，不受五家所共啊。佛講啦，一切嘅財富得五家所共啊，邊五家？就惡王啊！即係官府啊，惡王戰爭係嘛？啊，戰爭、水火盜賊、五逆仔就五家所共嘅。嗱、比如你依家有個隔萬撳咗好多密碼，但係鎖唔實嘅，一個感冒發燒，你要攞錢出嚟睇係咪？你開部車唔小心篤爆咗個胎，又要一個唔小心撞到人哋，又要賠錢咯喎。咁啊，呢個財富就係屬於虛幻嘅，不真實嘅。但是我哋可以變為永恆嘅財富，大家想唔想啊？想。永恆嘅財富。今日有一日咧，佛咧就攞個大個缽出嚟啊！今日大家，如果你想將你嘅財富變為
永恆嘅不受五家所共嘅請放落去啦。咁啊，個個人咧就放咗落去，包括將佢啲金啊放咗落去。點解布施咗啊？布施咗，佛要唔要你個金啊？佛一指夠成就必變咗金啦，係嘛？佛使唔使食你嘅嘢？梗唔使啦，只不過試驗俾你睇下啫。任何皇親降職都可以養一世啊！係啊，咁啊就所以咧，所以啊，我哋布施噶就係、是、一個最大嘅機會。你個錢就等於有期嘅，有時期嘅。記住，你個財富係有時效嘅，唔會永恆嘅、哦。因為你過咗時效咧，你個財富就會一化為烏有啊，唔係你嘅啦。係邊個嘅？唔知，唔知係邊個嘅啦。只要你布施出去，你一出世，呢、這個財富跟住你。所以我哋今日所做嘅放生嘅事業，那麼就係咪永恆嘅事業啊？嗱，我講嘢咧係講個理由嘅。你話係咁啊，咁啊，你要攞理由出嚟信服說服啊。咁啊，我哋今日咧啊喺香港結束咗放生咧，啊下個月我哋仲繼唔繼續放生啊？大陸嘅居士繼續啊，下個月繼續放生30,000啦，好嘛？好。因為今個月放生到啊，平均兩日放一次嘅，放到攰啦。咁老師咧，佢能夠將呢啲法啊運用到非常之好。我同佢認識，今早都講過，不超過100日。點解大家要咁默契呢？因為大家嘅理想一樣，佢要啊要乜有乜。我咧將我個物業租出去，一個月可以收入一年啊，收入60,000夠我用啊，非常之夠我用。點解我咁辛苦，仲要食個粗茶淡飯啊？著嘅衣服咧又係無牌貨嚟嘅呢啲啊，180蚊上下九買嘅。啊，大家有機會跟我買一套啊！即係咪買2000幾蚊嘅，全部無鞋，因為著個鞋咧都係無鞋嘅。點解無鞋呢？因為我學海圖法師啊，海圖法師啊大串珠都係假嘅喎。嗰時候佢俾送串珠啊，邊個知炸你啊？即係假嘅珊瑚啊！佢話點解要用假呢？因為呢啲嘢不實在啊，只有一樣嘢實在嘅就係布施啊！嗱，個個高僧大德都異口同聲啊，係布施啊！所以各位啊，只係與布施攝取福報，與福報攝取功德，與功德能夠離開一切嘅障礙啊，啱唔啱啊？咁啊，大家咧就出去廣結善緣。你睇下金老師會唔會叫佢啲信眾啊？你唔好去啊，會唔會啊？唔會嘅喎、哦，好多人都話啊你唔好去其他道場啊，唔好跟其他老師。好多人都係咁講，但係真正嘅善知識就唔會嘅。好多時都好似一個父母一樣啊，會叫自己嘅細路仔仔啊，你出去學嘢啦。好多時就算佢爸爸教授咯，佢爸爸個大學士咯，佢都話仔啊，你出去學嘢啦，會咁樣嘅。呢、這個叫係咪愛啊？愛嘅昇華係咪慈悲啊？慈悲有冇界限啊？冇界限嘅喎、哦。所以金老師咧又係嘅，同我一樣嘅，佢諗過嘢嗱，佢所有嘅一切嘅學術，佢唔會話哎呀我收咁啲。啊！我做啲嘢，我收埋啲，唔會嘅喎、哦。佢話全部開開個心，係咁嘅啦，無需要花架真人面前啊，不講假説話嚇。大家都唔需要講嘅，一望一眼就知嘅啦，就知道嗰日啊，知啦咁樣，就係咁啊。呢、這個叫咩？佛性皆一如啊嘛，無差別故啊嘛。啊，呢、這個咧，大家要好地去體會啦。所以各位啊，大家要尋找善知識啊，睇下佢嘅心量廣唔廣大先。心量廣大，100%得益。好啦，講到呢度咧。越多要將你個咪嚟教翻俾金老師啦，好嘛？精唔精彩啊！再一次掌聲，多謝李家老師。首先好多謝咧金老師嘅個中心啦，佛法傳播中心啦，上下義工以及工作人員喺呢度，我只能夠用一種原力啊，就係、是、我會不間斷咁即係行善再行善，善上加善嚟回向俾你哋，福慧增長。阿彌陀佛，多謝曬。好，阿彌陀佛。是不是很精彩啊？剛才啊，明一老師分別都講述了在他學佛的過程、弘法的過程，以及語重心長一句說話，我很想將這句說話捉住他，再跟大家分享，加深大家那種體會和認識。原來他說做人隨緣又是一個人，你估我哋隨緣生死咗幾多世？係咪都係隨緣啊？係嘛？
隨緣啫嘛，咪隨緣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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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善啦，增添啦，啊隨緣啦，作惡啊，咪下罪啊，咁啊諸如此類三惡道波隨緣啦咁。原來隨緣喺佛法當中，我哋要把握時機係最重要嘅，同唔同意啊？學佛係一念嘅啫，所以無數大德高僧咧都捉住一個點，就係、是、勸你發心。明家老師頭先講。他说发大勇猛心是不是勇猛原来勇猛呢有什么情况下可以令到我们得到勇猛呢我以下下来呢可以说送给大家一些的方法现在坐在这里你们勇不勇猛得起 啊勇猛好勇猛咯我是觉得你是勇猛好啊我随起你勇猛但是自己勇猛不起的嘛对不对无端白事你坐在这里怎么会勇猛的係嘛？喂，聽日你食飯啦，得唔得？笑下啦，你都自己都唔相信啦，點會勇猛咧？係咪先咧？我要點樣修行？我點樣離苦？我點樣利益眾生？都係講緊兩個字：隨緣啦、啊、隨力啦、啊、隨份啦、啊。但係咧，末法時期五族惡世，好多惡人喺呢個世間真嘅。但係同樣好多菩薩喺呢個世間，亦都係真嘅。因为越多恶人地方越是最上苦难的地方是越多菩萨发愿而来而菩萨勇不勇猛啊菩萨是一定勇猛啊有火啊怕不怕阿杰哥我们阿杰哥呢是我们的义工之一啊他们是听我们的带而跟着做了我们的会员跟着今天第一次参加我们的义工活动他本身是消防员来的嘛消防员有火喎，怕唔怕？哎，有火我嚟咯，系咪？勇猛，喂，好危险啊，好多烟啊，就系危险我先入去，咁有人啊嘛，系咪啊？佢入去咯，点解啊？因为佢有嘢做啊，啱唔啱啊？原来勇唔勇猛咧，系包括有两种含义嘅，大家可能不妨记一记。第一就系话你有个使命嘅，你唔可以逃避嘅，咁你就勇猛啊！大家有个时候话，咦，点解你企上嚟唔惊嘅咁？我可以告诉大家我可以教很多做司仪、做主持、做老师可以在不识的环境当中几万人好、几千人好、几亿人好你是一点都不怕的有什么方法跟这个勇猛有关就是你有个责任使命当你觉得你是得你才做得到的其他人做不到的你不可以靠人的你要靠自己的你的勇猛心就出来了第一个勇猛是自己第二个勇猛就是说我哋唔好辜负如来嘅教导，唔好辜负你过往生成愿而嚟嘅呢种嘅心愿。你一怠惰，菩萨会唔会怠惰噶？都会噶。初地菩萨会怠惰，一怠惰就退失菩提之心，所以四地菩萨会退转嘅。咁呢啲大菩萨点样提佢啊？诸佛点提佢啊？你常生勇猛心。所以这个勇猛啊刚才我一听到啊哇我心里面呢哇赞叹得不得了。因为只有悯念众生的人常叫众生勇猛。因为菩萨种性的人呢他一勇猛他觉得自己有使命我来这个世间有使命的他不敢偷懒一日的。所以你刚才有留意到一样东西啊他说我行善几时啊有没有停顿啊没有的好像个海浪啊。好似啲浪涛汹涌澎湃一样会唔会有停嘅一日啊个海冇会停啊唔会㗎。证明咗呢种系过往生宿世恩怨。好似我真系同佢好似扯猫尾呀嘛扯大腩呀我赞佢赞我。其实唔系乱赞呀我哋听到嘢㗎嘛啱唔啱啊有感受㗎嘛。你系个咩人你只唔成日讲呢啲嘢你讲呢啲嘢有诸内形。诸外啱唔啱？所以我哋唔好意思啊，唔好有感触啊。唔使噶，唔使噶，惯咗噶啦，唔好意思。一讲佛法咧，我就好多时候就会即系情不自禁，即系我会觉得咧好难遇到一啲咁嘅人。所以我点解我哋咁中意沟通？我哋唔使成日沟通，但我哋知道一齐做嘢咧，目标一致就得噶啦。我哋都同一个希望，就系鼓励。學佛的人在末法時期呢真是如果成願而來的菩薩當需精勤勇猛第二樣東西如果我做親每樣東西我都不成功的我想問你要勇猛多久呢做一樣東西又不行做十樣東西不行做一百萬
做一百字、一千字、一萬字都唔得，咁你係咪會灰心？但係你有冇留意啊？所有菩薩做嘅嘢都係好強嘅，佢哋唔會話唔得嘅，係實得嘅，記唔記得先？譬如話我念佛要生求生極樂國土，如果你對住個菩薩講，那個菩薩話得唔得㗎？麻麻地啦，會唔會咁講啊？唔會啊！菩薩話十年當生一定得嘅，勇猛，你可唔可以成佛啦？我將來一定可以成佛，你可唔可以度眾生？我將來一定可以度眾生，點解啊？有個秘密，佛圓滿一切菩薩嘅善願，冇一個善願佛係圓滿唔到嘅。你記住呢樣嘢，當你樣樣嘢心想事成，你做乜你發個願就得嘅，你話好唔好玩啊？嗱，好玩喎、啊！我問你好唔好玩？菩薩觀一切如幻啊，幻化嘅啫。我哋凡夫嘅業力係我哋過往生嘅因緣果報帶住嘅，你不能自主嘅。但係菩薩嘅生死咧係願力，記住啊，唔係業力啊。業力同願力有咩唔同啊？業力係你係被動嘅，願力你係主動嘅。所有諸佛嘅國土係願力而嚟嘅。菩薩入一切衛土廣度一切眾生是願力成就的，所有願力披覆的地方全部盡污穢的地方全部變成淨土蓮光，這些就是菩薩的化現。當菩薩有這種具足的勇猛心，他知道自己所願促成的話，你說開不開心啊？那你喂，我發少一個願就度少一批人，是不是啊？你發一個願就度到一些人，你發一個願就度啲人。啊，我放咗生個回向俾佢，又利益到佢。啊，我又可以令到咧，今日放嗰啲魚咧，全部將來咧升天，將來做咗你嘅弟子，將來咧生喺你佛國，將來全部成佛，好唔好啊？梗係好啦，係咪先啦？咁你話哇，我放少啲咪度少咗，係咪啊？係咪嗰啲？所以我哋睇到啦，地藏菩薩佢話我此大願有冇盡噶？冇噶，眾生不成佛，我誓不取正覺。地獄不空，誓不成佛，眾生道盡，方正菩提，啱唔啱啊？所有菩薩係冇盡嘅。普賢菩薩話：我虛空界盡，眾生界盡，眾生業盡，眾生煩惱盡。我此大願無有窮盡，念念相續無有間斷，身與意業無有疲厭。有冇停頓啊？冇停頓嘅。所以發勇猛心有兩個基礎。第一，我哋要記住，發菩提心嘅人一定知道嚟呢個世間有使命嘅。你唔做，怠惰，你退轉嘅。你點解極樂國土再嚟呢個世界？你唔去度眾生，你唔去自利利他，你唔去勤求一切佛法。唔勤求佛法就係菩薩嘅怠惰，自己要鞭策自己。第二個就係話，我哋想做嘅嘢，只要你向佛菩薩發願，至誠勇猛，始至實踐，唔係說，係身體力行，所願促成。是不是兩樣東西令到我們能夠同生勇猛啊？勇猛喎、啊，是不是無畏啊？喂，好難度的喎、啊。梗係啦，我知道難度，不是使乜我度啊？是不是先啦？啊，佢好多毀罵你、啊，或者令你忍啊種種屈辱喎、啊。算啦，呢、這個世界梗係咁啊，唔係我嚟做乜呢，是不是先？所以修行人梗有人毀謗你，梗有人稱讚你嘅，梗有人嘅。我哋唔需要理，我哋只需要。向住佛嘅學佛嘅方向，仲有喺修行嘅過程當中，我哋最弊一樣嘢咧，我哋成日同人與人之間比，冇得比。好似有個人喺個網站裏面問我，六祖大師所講嘅説話，神秀大師所講嘅説話，邊個境界高啲？我哋好多時候會有一種現象就係、是。呢位菩薩同呢位菩薩比，呢、这個法師同呢個法師比，啱唔啱啊？呢、这個居士同呢個學者比，咁成日我會比較。其實我就問佢一樣嘢，我個回答係點咧？我話如來座下有無數個學生，有五百阿羅漢，有十大弟子，有無數比丘，有無數個菩薩，各有所長，各有所修，各有所證，啱唔啱啊？在一個讀書的過程當中，一班同學梗有人這個厲害一點，那些十大弟子個個都不同的啦，這個就說法厲害一點，這個神通厲害一點，是嗎？不同的喎，這個解空厲害一點。但是問題就是說，我們不應該同學與同學之間的比較，最重要是什麼？我們要看看同學有沒有離開如來所教，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高與低，我哋唔應該互比高低，應該都要恭敬收集。所以喺《花嚴經》嘅啊，善財童子咁多種參學，係咪門門都要恭敬學習啊？啱啦。嗱，呢種咧係我哋學法嘅時期咧，學佛嘅時期咧，所以應該要生嘅正確嘅觀念。有咗呢個正確嘅觀念，我哋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然後喺我哋嘅日常生活當中，每一日提自己，我要發心，發心好比我哋講咩啊？的起個心肝。我琴日喺小靈山都同大家講咗有幾個鐘頭嘅分享修行。里面有讲到一样嘢，如果你间屋企好污糟邋遢，你成日话我要执啊，我要执啊，随缘啦，随缘啦，睇时间啦，睇时间啦，你估等几耐啦？一年、两年、三年、十年都仲可能咁嘅样，啱唔啱啊？可能越堆越多嘢，啱唔啱？直至到有一日你话唔得，我今日就要执咗佢。我一日一执，可能我执咗两日，全部干净晒。点解呢间屋可以一下子干净啊？就系因为你逼起个心，啱唔啱？修行。原来日日都可以得起个心，问题就系话你个发心啊！我要做佛嘅弟子，你几时将自己摆正？我系如来座下嘅好学生，好学生包括系尽责，啱唔啱？报恩啱唔啱？包容啱唔啱？宽恕啱唔啱？有个好字啊嘛，记唔记得我讲过四大感乐？所以我哋要自己问自己，我哋每一日，我哋几时开始真系得起个心肝？挞着个事，话俾自己听，我要做如来座下嘅好学生。我企得出嚟，无论我在家好出家好，我唔使理。我要对得住佛，我哋对得住自己，我对得住所有信我或者同我有因缘嘅众生。我要用佛法去利益佢哋，我哋要用佛法去教化众生，利乐众生。嗱呢一种咧，你一发起个心，你冇几耐，智慧如海，辩才无碍，去到边？无畏，无畏于一切，然后你会融汇到好多大乘佛法，将菩萨嗰种心态啊、气量啊，同埋嗰种慈悲啊，唔系用说话去讲出嚟咁简单，我哋系用行为，仲要系点咧？菩萨唔系一个人做嘢噶，菩萨所到之处，眷属不嘴坏，唔会破坏噶，永远跟随噶，佢一个一点着。所有好似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啊，能够澎湃带动啊，影响大众啊！啊，呢种系菩萨嘅示现。菩萨你睇唔到系菩萨嘅。我举个例啊，《地藏经》光目女、婆罗门女，大家有知咯？光目女先啲讲经啊，婆罗门女有冇神通啊？系咪乜都唔识啊？乜都唔識嘅喎，但係佢十地嘅法雲地菩薩摩诃薩喎，咩人嚟㗎？佢有咩同眾生有咩唔同啊？佢悲憫眾生嗰個心同所有人都唔同。佢為咗救佢阿哥阿媽，佢要救曬所有宇宙虛空過去、現在、將來嘅眾生，全部令佢成佛，然後自己成佛。你諗下呢個願幾大？係個願唔同，責任唔同，心量唔同，就睇得出佢係咪大菩薩。所以大菩萨唔系睇佢外表噶，你唔好捉错用神。仲有大菩萨知唔知自己大菩萨啊？大菩萨系永远唔知自己大菩萨嘅。光目女知唔知佢大菩萨？婆罗门女知唔知自己大菩萨啊？唔系噶，你记住一样嘢，佛法嗰种不思议，方便行顺众生，为度一切众生故，示现一切色，示现一切身形。随顺众生的性欲，即是他本性，他的爱欲，然后圆满一切众生的目标，这个来到去疗效众生，安立众生的一世的一切的举心动念、身口意业的行为，安住正道，这些就是菩萨的行为。所以呢，我觉得一样东西很开心，在末法时期，竟然间在香港佛山又好，江门又好，能够认识到啊明一老师，能够与咁多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包括啊道生道太，一听到我哋话放生，哎，本来话唔参与咁多，即刻都要捧住部机嚟啊！嗱，喺我哋去大家拍呢个今日攞呢个碟咧，我系喺美国宏法嘅过程当中嘅四个讲座。
好精彩噶，好精彩噶，讲俾大家听下。分别系喺观音寺讲深切认识观世音菩萨，唔系普通噶，好深切嘅，一般听唔到噶，好深噶。跟住喺千佛寺观贤法师嗰度，即系亦都系阿明星法师嘅道场啊。咁就讲咗禅静双修一啲嘅重点方法，好深噶，好深噶。跟住咧，第三讲喺靖国寺加拿大多伦多靖国寺讲如来嘅无上正等正觉系乜嘢嚟嘅。跟住喺纽约呢、这个青年佛教中心阿韦奇居士嗰度咧，讲人生四大感乐，啊都系好精彩嘅，咁啊送俾大家。咁喺今年嘅七月咧，我将会再去美国、加拿大。咁但系今次咧，我哋会喺喺呢個天佛寺咧，仲有兩日嘅禅修，已經安排咗咧，應該冇問題啦。會喺哈佛大學嘅禮堂，會 book 到一個禮堂咧，我會喺度講一堂嘅講座，題目係佛陀的智慧，佛法的價值。到底佛陀擁有乜嘢同我哋唔同嘅智慧？我會好具體講曬。到底佛陀一生嘅說法？对于我们人类，对于我们凡夫有什么价值，对于出家怎样去改善，怎样去觉悟有什么价值，对于一个菩萨去度生有什么价值，听到佛法和听不到佛法有什么不同，那我会在这一讲呢会讲完的。那将会呢，如果真的有机会讲到呢，我们是会将你将会呢是拍成光碟呢，又是这样流通，咁亦都希望大家咧係多多支持，好唔好啊？好。嗱，咁啊，琴日咧，我喺小靈山咧就應承咗唱歌嘅，我記得啊，係嘛？有冇印象啊？有。嗱，咁我唱只咩歌咧？就唔係香港嘅朋友咧，可能有啲聽過，但係有好多都未聽過。我中意唱粵曲，大家都知嘅。咁啊，粵曲有一隻歌咧就黑色嘅，叫咩歌啊？漫步人为首，是吧？咁咧，因为喺好多年前咧，我哋就搞过一个演唱会咧，我就扮乞衣嘅。你喺阿玲姐生日嗰日，我都扮过乞衣噶啦。咁咧就扮乞衣，咁啊揸住个兜，咁戴黑白黑眼镜。咁今日我冇带啲道具嚟啊。咁咧我就会咧一阵间咧，我就会播呢只歌啊出嚟，我就会唱，好嘛？咁唱咧就系、是、第一个条件咧，我会揸兜乞噶。好啊，咁啊，咁呢只歌咧就是、我改咗歌词，叫做护法同携手啊，好惨啊！听呢啲，真系。以前难得我弹，弹得弹得，真系真。好呀怕风啊心的事我总还听得难不好自强愿能坦坦不知解行夜行又似夜光好似心的蜜啊温暖你得到我的怀念像人来用希望你做啊一点好啊今啊今咩想夜月不怕我梦啊转弯啊嘿我
光不肯光了万人啊。我所以花血要盡盡，係咪搞到咁慘啊？我聽唔到啫，我聽唔到一個大佬，冇曬聲啦，大佬，淨係有人氣響鼻息啊，絕誒驚啊！到入定波波愛金啊，我自己金啊壞生的世啊，都知道是我的業前啊金啊，一個人生這生死本是無中難啊，但我今晚後認的話好多人話啊，話未聽啊，問所以唔死得㗎。我記得話阿哥，佢曾經真幫你問啊。今次话花花龙啊，要上船上高四啊，痛啊，因啊，令众生过啊，莫执咩迷。可以嚟还他，将佛法宣流诶波，知我唯有三万念啊。今次到问哎呀天公，当助我讲宣佛的法，话过今生只也无怨恨，如今为运我自夜更得生葬他亲人，报主恩义今处处讲太阴，愿苍生早同阿新娘恩，愿苍生不阿老恩，我就为求阿飞阿音，我就为求阿飞阿音，尽我哋一世使佛法地音世阿上文，万福恩心。全播中心
網上雲花真方便啊，知齊備地遊走處呢，我位有乜光幣未金人民幣都得啊，師姐呀更多眾生可以參與一些咁有意義的活動，好嗎？好，多謝，多謝。